好啦，嗱，咁我而家咧就喺呢個荃灣嘅三棟屋邨博物館。咁而家喺我後面咧，就進行緊一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嘅。咁一陣間仲會有藍音嘅。好了，不要說了，我們去片了。到呢，這裡有一個很大的花牌，就寫著呢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目錄。咁現場呢已經有一些記者啊，同埋一些攝錄隊在這裡了。咁我見到啦，這裡呢就是有一個活動的時間表啦。大家都會見到咧，兩點半至三點咧就係佢哋嘅開幕典禮。咁三點至三點十五分就有金龍嘅巡遊，而三點十五分至四點十五分咧就有說唱藍音，哇，非常之正喎！四點十五至五點半咧就福鼠扎作工作坊。咁喺現場咧，仲會見到咧有一啲嘅大排檔，而呢啲大排檔咧，佢係免費咧，係會派送呢個菠蘿包啦、奶茶、咖啡啦。哇！真係開心啦～但是這件事呢，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呢，都是一件很有運的事，因為呢現在可以欣賞到藍音的演出呢，的而且確是非常之難得的。以下下來的時間，我們在台上這裡為大家帶來今天節目裡面的其中一個部分，叫做說唱藍音。至於要跟大家一起去介紹，除了有我之外呢，很重要的是讓我身邊這一位年紀輕輕的非遺大師方銘賢。我請銘賢跟大家打個招呼先。 Hello，大家要給多些掌聲去鼓勵一下，明顯我們要大聲一點。編劇讚曲家溫志鵬老師，歡迎溫老師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師傅啊。首先呢，祝願大家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啊，拜個早年啊。歡迎你。另外，我們亦都有本地男音表演家唐小燕女士。各位朋友你們好啊。這句呢好像成為了我是對朋友的打招呼一樣，你們好嘛，你們好嘛。證明在現場這裡也有很多fans在這裡。唐小燕老師領導我們台上樂隊，先給一段藍音曲大家聽一下先。我們不會告訴你們聽的，是啊，好啊，等他們稍後看誰的歌裡面唱的歌是什麼來的，只是唱一段給你們聽的歌中唱字。是啊，好，我準備了。好，thank you。
彩精彩。剛才呢大家聽過呢就是我們經典的男音曲《客途秋恨》。咁呢隻歌呢其實呢係幾時寫成嘅呢？大概呢就係嘉慶同埋道光年間，咁佢哋而家呢就200年左右嘅歷史啦。咁呢啲嘅男音曲裡面呢好多時候呢過去嘅曲呢留返俾我哋呢，我哋係唔知道作者係邊個。不過呢首曲好彩呢寫嘅時候呢佢係寫咗自己係邊個。你看有曲詞在手上的，是吧？他說小生廖姓，姓廖的廉先志，這個呢廖瑾，是一個呢外省人，非常之好文才。幸好他寫了一句這樣的歌詞在這裡，於是乎呢我們就知道這首歌就是廖廉先的作品。